仙姑何故来此？子牙在此有礼了。好你个姜子牙，明知故问。我等三姐妹居三仙岛三仙洞，从来不管人间的是与非，只因你和门人合伙杀害了我兄长赵公明，我等才前来问罪于你。此言差矣，非是子牙寻事生非，找到峨眉山罗浮洞去挑衅，令兄来到西岐与殷商大军攻打我城池，骚扰我百姓，此乃咎由自取。呸！既敢偷袭杀死我大哥，就应敢作敢为，还挑言狡辩，不要跑！是我赐你的打神鞭，可是你不该用它来打我，拿回去吧，好自为之。600名精兵与我，我摆一阵，半个月之后与他们斗法。此乃九曲黄河阵法，是我大姐由黄河阵演变而来的，此法玄妙无穷，如用黄河阵破法来破，必死阵中。此阵外按八卦，出入门户，内按三才布局，双环进退井井有条啊，即使神仙入内，亦会魂消魄散。子牙道兄，可识此阵？仙姑的九曲黄河阵果然厉害啊！娘，娘亲，还我师兄！金掌木掌被一大股庄去摔入阵中，我幸亏有师父所赠杏黄旗的庇护，才得以逃离此阵。此斗名曰浑元金斗，还有一个宝名叫金角锏，那就是我等无法抗拒的宝贝。各位师弟好好想想怎样御宝破阵，明天他们必来挑战。小心啊！
云霄的手段又是神通广大，看来只有请师父出山了。尔等平身。哦，师尊，三仙姑摆下九曲黄河阵，我八位师兄三位师侄俱陷其中了，为师正为此事而来。弟子云霄在此恭迎师伯圣驾。元始天尊，请入阵吧。小妹失身带回三仙道，并允许弟子以师祖秘传的九命断续大法替他续命。